哎呀，那个，哎呀，肉是什么味儿？我都给忘了。哎，哎，你省着点儿，这得花多少肉票，多少钱呢？没事，太太，就算我给你们两个办一个婚礼，高兴。谢谢吧，小玲，我们敬爸一个。 谢谢。啊，哎，一会儿还得上班呢，那这酒就算了吧。这么好的酒，喝一点没事儿。好，谢谢，就往后放，好吧？听爸的啊，留着。 谢谢。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不要客气啊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相爱的呀？我很想知道你们两个这个相爱的故事，因为这小子从来没有跟我说过。 搞那么很突然，这没什么不好说的。我们是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两颗孤独的心相互依靠，寻求温暖。啊，患难之交见真情，白头到老有几何？我们是。 钢筋混凝土的基础，双拼混凝土基础，很坚硬啊！啊！我想想，朋友们，这里有没有什么打算呢？没，不管他，咱们直说，没大事。我们虽然考上了大学，但说实话，题目的难度，尤其是数学，只不过相当于文革前初三毕业生的水平。我们自身的能力，距离一个合格的大学生还有很大的差距。距离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更远了。当务之急是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。 失去的时间，多回来，讲得好。我们这一批大学生成分复杂，年龄差距大，知识水平的层面也各不相同，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憋着一股气，只有刻苦学习才能见高低。您是大教授、学者，我不想我的同学们。 误会我是沾了您的光，这有什么呀？什么话？什么这有什么？这叫有福气。所以我想就暂时不住在家里了。